整栋楼都在放，这栋楼一直在放。嗯，是中午12:20左右吧，就下大雨，准备下大雨之前就开始摇晃了，就摇挺厉害，就很多人都知道，然后很多人下楼了，就刚刚3:20左右吧，摇了很厉害，可是就整栋楼很多人都下来了。就是前几年的话，不是我们旁边不还有皮座吗？就他都在建的时候，也是地陷过一次。啊，摇的好厉害呀、啊！不行啊，它是整个地基在摇啊。一直在摇摆，你看。啊，摇的好厉害呀、啊。不行啊，它是整个地基在摇啊。知道哎，就是整栋楼都在晃。哦，这栋楼一直在晃。嗯。这车赶紧弄了它哎呀，这是货真是不溜秋。沈浪家、京东家电失火灭火以后的现场。哇，今天上午还是下雨，现在咋？后边全都烧塌了。Hello， 兄弟们，给大家看一张我儿子初二的一张地理试卷啊，让兄弟们看看现在咱们的初中地理考什么东西啊？看到没有？24年初中地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，兄弟们？啊，这是一张试卷啊，你看看这上面的题目。华为总部在哪儿？什么京都？啊，还有兄弟们，电池领域就不用说了，包括宁德时代都有啊。这是什么，兄弟们？看这一题是什么？汽车领域，看到没有？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深圳正式发布首款全景智慧旗舰 SUV。问界 M9 如图，看到没有啊？你们这些黑子们黑了半天上试卷了，黑子们醒醒吧啊！你看还有一张试卷，大多数全是华为，这是什么 Mate 60？看清楚点，兄弟们。储能领域，看到没有啊？看到没有啊？看看，你们还醒不了是吧？看看这是啥啊？孟晚舟回国路线啊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个假如那些黑子们的小孩拿着这个试卷回去会怎么样啊？站不起来就算了啊，跪着吧，看看啊。
145平的房子，75平是公摊，到手连70平都没有。房子户型改变了，卧室有横梁、水泥柱子。12个业主代表，500户证人替我出庭作证，我打不赢官司。中国的司法公平正义何在？开始了。你哪买的房子？那个邓商遇见名著，航海路和联谊路。你不投资了？我这200多个证人去法庭作证都没有打赢官司，你说我投资他有啥用？哎，他被骗90万。现在人真是好惨。照一下子看看，这树叶子都没了，全给地下了，你看没有？跟秋天的树似的，跟冬天的树似的。你看这雹子下的，2024年6月23号啊，这彻底废了，下太大了，这就剩个蕨子。请问你开这个罚单是什么回事？啊？你是当事人吗？不是当事人。不是当事人，你给我一个解释，你开罚单是什么回事？这个车你合法上路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他停？为什么他停？是不是你是你的？你不要管这些。你路没问题。我有权利监督你执法。亲爱的，和你说，这是没牌不可以上路，看见没有？啊、没来不可以上路啊，他为什么可以经营、我就问你、这个经营的你可以去交通局问一下啊，这个你可以录我没问题的啊，你走开好吗？你过去问我们领导好吗？领导在那边啊。不是你过去那里，哪个是领导啊？哎，那边你这专搞那些平民百姓，你可以投诉他的，知道吧？可以啊，他车可以合法上路啊，骑你就不合法了，就不对了。你哪里？看着啊、这酒车就等着这个三轮出来呢，这三轮没在偷窥，这家伙你瞅着就等着啊、就搁这死等，哎，就要抓这个三轮没在偷窥的啊，出来了，看看警察上去了是吧？准不准？哎，看看开票子了是吧？开。我说你可以让不让我坐？怎么了？我知道没毛病吧？没毛病是没毛病。你的年轻人不能老年人坐，我不是强奸，我不是强奸，你看可以不可以让老年人坐？你加油！别人可以，我别人可以让，你不让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。国产机器人压根儿就是个笑话。你看到今天为止都还在用同步带跟这个行星减速机减速，什么国产谢波 RV 都是拿进口的二手件过来翻新的，都是扯淡。别急着取关啊，小声点骂，轻点喷。我是想蹭一下王总的热度。王总为什么会对外说自动驾驶就是皇帝的新装，是资本裹挟下的扯淡？大哥，王总是不想成为出头鸟，不想被制裁，所以不得不装疯卖傻，示弱求生存好吗？国产机器人压。是吧？你哪里有这样的嘞？就跟着我就发过去，我坚决发，我实名发，哪里有这样一个老人家卖点菜这样紧跟着不放？
跟你调节了。你说多少是一个老人家这么容易吗？他要用退休金，他去把钱摊来卖菜吗？他不是活不下去，他会卖这点菜吗？好玩喽！啊，家里有七八千退休金，人家会挑着一担菜满街跑吗？被你撵得这样的，啊，哪有这么干的你？啊，别人没有退休金，啊，活不下去了才会卖点菜，啊，哪里有这样的？啊，你们有稳定收入，有固定工资，啊，是吧？你哪里？大家看到了吧？你看这七八十岁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